嗨，江湖笔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4月24日，我回越南的第11周。那今天越南政府就是开放了，就是一般的店家可以正常的营业，就是那但20人以上的场合聚会是不准开的。然后这个法令呢，搬出来有点模棱两可啊。那有些店家有开，有些店家没有开。那当然呢，越南这边的学生们呢，一样是没有开学的。那今天呢，越南这边的公共交运输系统，比如说计程车、巴士这些都可以营业了。那我就带各位在同奈边河这边的市区里面看看。那我们看下去之前，记得按订阅、按赞，还有按小铃铛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喽。一样哈，边河这边的这个餐饮业说可以开，但很多的店家还是不敢开，还是不敢开。那我前面有一家，上次也是很晚收的哈，他就有开灯营业，我带各位去看。一样哈，里面也有3-4桌客人。那 KTV 营业场所、马杀鸡还有按摩的呢，一样是不能开，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没有开灯，也是没有营业。那但是胡志明市呢，有些餐饮业跟饭店业者已经有开门营业了。那今天还有一则新闻，就是今天24号，原本啊越南。已经有一周都是零确诊了，有268位确诊，但6天零确诊。那今天呢，24号呢，变得270位确诊，又多了2例确诊案例。所以呢，这些业者，你看这家店也是关的，这些业者哦，开店不开店哦，都很矛盾。开店呢，也没什么生意。不开店呢，要付店租。我身后这家 BBQ 呢，上次关店啊，是最后一家关店的哦。这家烧肉店啊，是在边河这边很有名的哦，是韩国的烧肉店。他今天说可以开店营业的，一样也没有开店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旁边这个铁板烧的火锅店啊，台湾人开的店，一样今天也是没有开业。
它旁边呢，这两大餐厅哦，这两大餐厅一样，今天也是没有开业。所以哦，现在这些业者哦，到底是开店好还是不开店？规定是说可以开放开店啊，可是呢，却没有开店。不过里面有一些灯是亮的，你看到。原本越南是分三级啊，胡志明市跟河内啊，那个是属于一级，最危险的，不能开业。那我们同乐这边属于二级，那有一些小的省份呢，它属于第三级。那今天呢，23号的时候，它就有公布说，现在只有一级跟三级，然后24号今天，它又公布说。都可以开店啊，只有一级比较封锁的地方不能开店，然后其他的餐饮业都有开，但不能有20人以上的聚会，所以这些店家哦，他还是选择了不开业，啊，还是选择不开业。来，我再带各位去看下个地方。晚上了，连夜赶工，在台湾哦，早就被抗议了，太吵。各位看这家，这家也是韩国的烧肉店哦，这家是连锁店，他今天有开业，不过呢，我现在看里面啊。也差不多是3-4桌客了，也还算不错，一开业就有客了。不过大部分的店家啊，还是没有开。那我对待各位哦，再看前面那边有一家咖啡店，他今天也开店。越南政府说，现在的计程车 taxi 啊、公交车啊、巴士啊、grab 啊，都可以营运哦。现在在路上哦，还可以看到一些计程车，有没有？我前面这一区啊，也很热闹的一些餐厅啊，也是没有开。我身后这一家港式餐厅呢，只有把招牌灯打开，也是没有营业。
朋友身后这家咖啡店，他有开业，你看这家店的生意人还不错，人还算蛮多的。不过呢，我还是希望所有的餐饮业哦能赶快开放啊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外面吃到好的食物哦，在那边已经11周了，都是自己煮来吃。那我们今天的江湖笔记都在这边喽，那我们下次视频见，拜。